才知道，不看到了我们知不知道？这样根据你们的诉求，我们才研制方案嘛。对呀、啊。那个机器也是你家的？是的。有一种是的。这个不是你们家的吗？这个是的，对。我一看。之前的了，以前的了。去年的。去年不，前年的。前年。前年刚搬楼上来的。买的。起码是前年的，我应该我这。五。像我这里面的老机器。嗯。哎呀，师傅，你这个。像那个也放这里面的。对对。到时候我都给你搞好，很简单，对我们来说很简单。我们厂里人员都来了，跟你说要搞的时候来个两三个，跟你说对吧？哎呦，哪有啊？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呀？来两三个，正好这么忙的时候。